攜手殺入商界，黃浩信、唐詩詠籌備開咖啡啊！一早明言要努力揾錢嘅唐詩詠啊，早前咧就同朋友合股開餅店，一嘗做老闆娘嘅滋味啊！咁尋日啊，佢就同阿黃浩信咧就去到天水圍出席活動，見到天水圍啊原來人頭湧湧，心思思咧又想喺天水圍開分店。除此之外啦，佢亦都有意咧同熒幕情侶黃浩信啊合作開咖啡，而黃浩信咧亦都表示咧合作計劃咧一直喺度進行中嘅，萬事俱備啊，只欠博取啊！餐飲的呢個計劃都係一路進行緊嘅，不過而家即係始終係第一步咯，我覺得大家都應該即係小心啲、審慎啲咁樣去計劃咯。